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越剧童谣云课堂第三期第三节课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让我们听着十二月花赋的音乐，跟着沈月老师一起动起来。小朋友们，越剧童谣云课堂第三期到这里就结束了哦。我们期待在第四期与你一起迎接春暖花开。